我爱你们。漂亮，辛苦了。Uptension 出身的李欢喜和李东烈出道八年，首次来台跟粉丝见面。在演唱会之前，他们把第一个在台湾的公开活动献给公益，主办单位送上超多美食，两人在现场直接上演喂食秀。哎、欸，哇，好，他平常都这样整他就对了。欢迎乘坐到我们的飞机。太大颗噎到了啦！아니아니제가처음먹어보는음식에약간거부감조금있어서먼저먹어봐느낌이었던거예요와아니이게까지나어때요冷掉他说이게제일맛있어가자야可以出去漱口，没关系。除了卡豆渣，东烈也因为太热二度离场擦汗。不过比起流汗，这个更让欢喜担心。전에제가태국을갔다가살이너무많이타가지고그게걱정이에요무섭습니다팬들이놀랐어요왜이렇게탔냐고맨날얼굴이탄거야태닝저한테태닝한거라고물어본친구도있었어요저는화이트닝했습니다이번에얘가너무하얘요그래서상대적으로그러니까얘가좀만덜하라했으면전괜찮았겠는데얘가너무하얗다보니까제가너무까매보여서기분이안좋습니다그리고얘가더해요그뭐야선크림을요와선크림을요진짜요그수영장에서수영한번하잖아요한통쓰십니다혼자他真的非常认真。我也夸张呀！看看东烈这个肤色，连女生都要嫉妒啦。